处长，全走了吧？是。收队。 这次计划这么准确，可还是扑空了。沈公馆是什么情况？徐杰带着人24小时布控，连电话也监听，没有发现异常，也没有发现张铁桥。现在那是重点。任哥，张铁桥肯定知道你会严密监视沈公馆，他不会枉你钻的。 梅少臻不知道他的生死，张铁桥一定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他担心，他们会通消息的。还有，他觉得我对沈孝臣没有办法。任哥放心，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。沈孝臣。 哎，过来，三哥，三哥教你辨认人鬼。大白天的，只有人哪有鬼啊？看那行人了吗？啊，那个就是人。看那边那个，那就是鬼。那边那个擦皮鞋的，他也是鬼。啊，擦皮鞋的是鬼，给我盯着点。是。 沈孝臣，我丈夫现在被人追得无处藏身，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。你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连个电话都不打呀！你瞪着我干什么？告诉你。 这座公馆的女主人还轮不到你。我当然知道，这房子还是给你姐姐留着的，谁也不稀罕住这儿啊。办完事赶快走。梅少臻，你还不是你姐姐的身份，你也当不了沈孝臣的家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是在为大哥着急吗？妇人之见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争风吃醋？一点都不顾全大局。这电话被监听着，我怎么打？大哥现在藏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帮你？我去哪儿找啊？你说的轻巧，我问你，大哥现在要登你沈公馆的门，你当如何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把沈三儿给我叫来。小哥，沈三儿，我一会儿去小红楼。 去找严刃，公馆我交给你了，放进来一只苍蝇，我剁了你另外一只手。小哥放心，公馆出了事儿，我自己剁。少臣，严刃是属狼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现在去讨什么好呢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。 儿子，别怕，你爸爸不会有事儿的。 二哥，你收到市党部、警备司令部，还有我这儿发的联合公告了吧？是例行公事呢。
而是动真格的，老蒋要杀大哥，谁都拦不住。 我们是生死弟兄，这不是我要看到的结果。他人在哪？哼，二哥，我告诉你，大哥在上海没有什么可以藏的地方，除非在你那儿。 要人真的在我那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二哥，我劝你把人交出来，或者自首，否则连你一块株连。威胁我？二哥，我哪敢威胁你啊？你想想。 大哥就藏在你那儿，你还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跑到我这儿来啊？啊！在抚州市，我真不应该拦着张铁锹一枪把你给崩了，你他妈的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 二哥，原谅我，我是为了国家做事。我。 少真，二哥已经被扣押了。姚振，你王八蛋！少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抓了孝真，什么？抓了孝真？姓严的可真狠，他连孝哥都敢抓。三哥。 听着，孝哥被抓了，下一步他们就该踏进我们门庭了。我们可是对孝哥立过生死状的。三哥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们都是立过生死状的。好，告诉弟兄们，今天晚上给我精神点儿。是。 你说这个张铁桥会不会跑到咱们公馆来避祸呀？ 这次案子做得太大了，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麻烦？人穷四股债，他山穷水尽，说不准呢，真会跑到咱们这儿来呢。为了个胡楚富，你已经让老蒋和曲怀顺布高兴了。再说，咱们也没有接到严忍的联合公告。 你看遍崇光了，他不是连累朋友的人。哎，言人狠呐，釜底抽薪，欺师灭祖。崇光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。哦，喂，找谁呀？
喂，崇光，哎，我是云婷。我很好，先生不用挂念。先生，我想利用一下你在工部局的关系。好，崇光，这件事我很有把握。这样，你先到工部局门口等我，咱们一会儿见。好的。你到工部局干什么？回头再告诉你。哎，小心啊！闪开！奉工部局的命令，搜查你们公馆。工部局的，请。组长，工部局的人闯进了沈公馆。哼，沈公馆本身就是个黑屋，定期遭到搜查属于正常。哼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不方便，工部局的人倒替咱们把沈公馆闹得个鸡飞狗跳。给我盯住了啊！是。小珍，崇光，你回来了。小九，过来。大嫂，林静先生买通了工部局，巡捕开道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哎，小陈呢？沈三儿，你没对铁爷说吗？二小姐，您先让铁爷喘口气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把沈孝臣扣住了。谁扣的？孝臣却会言认，想去打听一下你的消息，结果他们就以同罪的罪名把孝臣给抓了。看来言认是狗急跳墙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。燕秋，我不会让我兄弟受牵连。哎，崇光，崇光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要去换孝臣，我绝不答应。崇光，赵真，不光是孝臣，如果我不去，会有许多朋友和兄弟受到我的牵连。沈三，拦住他！铁爷，您不能去啊！铁爷，先生，您不能去啊！太危险了。铁爷，您就是去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沈爷的。我不要你去。起来吧，我再想办法。大哥，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。我同严忍的过去，大哥是知道的。我想去找他要回孝臣，希望他能给我这个面子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严忍还不至于丧尽天良到如此程度，连女人都扣押。既然大哥同意了，那我就去了。燕秋，你说谁？何燕秋，仁哥，我还能把他看错了？他怎么回来？我看你是累了，仁哥。她现在是沈太太，为什么不能来？对，她是来找沈孝臣的。仁哥，你跟何燕秋的过去，兄弟比谁都清楚，这对你是个难题。我帮你把她挡了吧。回来。把他请进来。
任哥，去。是。先生是有意让咱们单独待会儿，我看出来了，这里你们也待不长，还有走失吗？这次可能要走得很远。很远？燕人有政府做靠山，这回是竭尽全力了。先生真的招架不住。今天何小姐用旧情去求燕人，这对先生和沈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耻辱。的确，凭我对他们二人的了解，这一次他们是难到底了。要是何小姐能把沈爷保回来，先生就要带我们远走高飞了。远走高飞？你们去哪儿？不能说。连我也不能说。不能。顾麻子，我问你，如果这一次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总要有个地方去收尸吧？啊？还不说。香港。香港。燕秋，我最近太忙了，连看你戏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嫁给沈孝臣以后也很少唱戏了，如今你官运亨通，证明你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燕秋，你是来讨伐我的吧？讨伐谈不上，我要你放了我丈夫。我不能放。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管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求你这一件事情。他是我丈夫，你放了他。愚公，你丈夫是民国的要犯，我拘押他无可厚非。于私，哼，你对着一个深爱你的男人为另外一个男人求情，你觉得合适吗？
可笑。严玉春，当初是你逼我嫁给沈孝成的，你为了今天的一切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我，是你告诉我我嫁给沈孝成会让你安心的，你到底要让我怎么看你？别说了，就算我欠你的。那好，你现在还给我。你跟大哥之间的事情你们单打独斗解决好了，利用孝成来达到目的，严刃，你不觉得你太卑鄙了吗？何小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那你把我也抓起来好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打定了主意，我要么带他一起走，我要么跟他一起留下。你那么爱他？他比你有情义。现在就还给你。来人，什么事？任哥，把沈孝成给放了。任哥，去。是。你去香港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孩子太小，怎么能跟我这个当爹的东躲西藏呢？可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不是还有两个兄弟呢吗？倒是你和孩子让我放心不下。这次去香港，要很长时间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看少主。你去吧，我不拖你后腿。去香港看见我姐，你告诉她我好着呢，叫她别担心我。后代，我这个当嫂子的，在沈孝成心中极有分量。告诉我姐，她不敢欺负我。一个人，你一定要见吧。是胡主夫先生。你故意的？人家把信都写到沈公馆了。谢若冰。你去见他吧，同他怎么样都行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崇国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，你不仅仅是我的爱，如果他说出了我的什么过错，
你不许受我的气，你还要多担待我呀，傻丫头。对于你，天大的错我都能担待。你真好，我们少争这么一次。 少晨，我们回家吧。 沈小晨已经回家了，要更加严密的监视公馆的动境。我已经看见了，只要他张铁桥敢来，我立刻报告处长。你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正好，明天啊，顺丰码头有一货，正好取运香港。啊，这倒是个机会。但问题是，你们怎么走出这个大门呢？真正到了码头倒好办。 是啊，连任放了你，可你公馆周围的监视情况更加强了。我倒有个主意，燕秋，你已经立了大功了，就再给我们开个良方吧。川剧当中有个绝活叫变脸，你们可以变个脸。行行行，哎呀，你这，你让他们带着假脸出去。少晨。 你能不能跟大哥说明白，你明天走的是哪家的货？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小日本森田的货是鸦片。那你告诉我，森田是不是要亲自来看着他的货？嗯。自从上次他的货被军火调了包，他倒是谨慎多了。这就对了。他先来公馆，然后随你去码头，这变脸的道具不就有了吗？ 处长，您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沈公馆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难道我们判断错了？处长顾虑的是，上海这么大的地方，张铁桥未必只有沈公馆一个地方可以藏身。况且我们又埋伏了那么多人。通知夏秉辰，派一组人监视谭正刚家。谭正刚家？他是我表哥。 孙先生，请。沈先生，早上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得很。拿下，拿下。哎，沈小晨，你要干什么？
答应我，一会儿下去不许哭，也不要多说什么，别乱我的心。到了香港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给你写信。见不着信，就抱着儿子找你去。任性。 我相信，先生一定会重回上海滩。嗯，我也相信。等我回来，咱们就结婚，堂堂正正在一起。好，我等着你。 先生他们会笑话咱们的。放心吧，一会儿你别哭就行了。我们走。 沈孝臣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公然跟大日本帝国作对。有一个重要人士要借用你这身衣服用一下，来不及跟你商量，是不得已为之。什么人竟敢无视民国的法律，更无视我大日本帝国的法律？这是中国，你们日本人的法律不起作用。 张铁桥，他可是你们民国政府通缉的要犯。只要森田先生不说出去，这就是个秘密。哼，秋祥，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啊，让你的生意伙伴栽进去。你应该很清楚，在上海滩，所有的鸦片生意，我沈孝臣说了算。 了我这条渠道，谁敢接你日本人的活？你担着走私鸦片的风险呢？这样吧，森田先生，我多给你一成利益，算是对你的补偿。看好的吗？是。 先生的车跟着我们。 一路平安。
张铁桥为暗杀之王，当权者眼中张铁桥为杀人巨寇。张铁桥杀该杀之人。民国十五年，郁成元、涂森勾结列强，出卖主权，杀之。民国十六年，蒋介石屠杀工农，破坏北伐，宋思成助纣为虐，充当先锋，杀之。今日之汪逆，媚日求全，辱敬国格，杀之。林林总总，乔以不杀无辜，聊以自卫。以杀必杀之人，引以为豪。凡是为必杀之人，杀之。书记长，严任奉命赶到。这篇题为《论张铁桥杀人》的文章，你看了吗？我看过。这是张铁桥惯用的伎俩，煽动民众的情绪。有些小报为了招揽读者，不惜铤而走险。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短短一篇檄文，足足用了18个杀字，洋洋洒洒，气势磅礴，已经传遍了南北中国。恐怕不亚于校长在六中全会上的施政报告，这种影响力有比刺杀一个汪院长小到哪儿呢？天网恢恢，张铁桥猖狂不了几天了。燕人，不要再自作聪明了。什么天网恢恢？我看你是盲人瞎忙，糊里糊涂。中统香港内线报告，张铁桥已经在喝胡楚富为他开启的香槟酒了。诸位，张崇光先生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，也是我们流亡港九反蒋阵线最坚定的同盟者。他以非常手段严惩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献媚的汪兆民，更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叫的是鸡犬不宁。今天我仅以家宴代表诸位，代表我们香港仰慕崇光先生的爱国人士，以一杯薄酒欢迎崇光先生的到来。大家请举杯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各位。干杯。请坐。诸位，借此机会，我还为崇光先生准备了一份更大的惊喜，请看。保护得好好的，敏儿，敏儿，这就是爸爸，快叫爸爸，爸爸。小陈的船去了香港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有什么可解释的？真的只有几个日本人进出过神宫馆，你去香港看看。今天的和服一定挂在张铁桥的床头，拖出去，执行军法。说了要走，
就无法停留。我回头看到你的眼泪，在我心里像在滴血，不能回头。顾盼左右，我一定能够走到那一天属于我们的天空。你说回头是爱，这爱无力苍白，我的兄弟，我的爱人，无法回头。说回头是爱，天无际无边，我的兄弟，我的爱人，无法回头。